周深，你确定吗？你来，我觉得我打不开。你可以的。那咱俩怎么玩？大象鼻子转，我说那有意思。那我这芭蕾功底，我这。我跳起来转可以吗？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红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二个。三，第二个。哥，第一枪你瞄的是绿色，为啥呢？好晕啊！好晕！好晕！好晕！这个越转越晕。好，请两位继续。等一下，要不要换一换？换个什么呢？还是从穿马甲吧，就原地穿马甲拉枪，玩的挺花。油腻了，凯哥。真真不比动作，咱不跟他比动作。别！第二枪，请准备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哎，哎，哎。哦。就是有点狼狈，这个衣服，这我衣服就是这样穿的。第三枪怎么玩啊？这样吧，从这里开始吧。好了，我那 RB 给你了，可以吗，郑凯？预准备开始，我来上。哎，可以试试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这是考腿力的时候啊。白色，我卡住了起步，输在了腿上。全凭反应，你凯哥赢的胜算不是很大。你凯哥把各种花活都给你揉里了，你知道吗？目前两队比分打平，接下来请两队派出成员一枪定胜负。坤儿上场，来吧，我们 boss 都是压到最后了。我上啊。我们还有几个人？只有你了。还有人信来吧？那肯定要坐着玩啊！来！怎么着？规则是什么？都能打是吗？都能打，随便打。那我们坐中间很危险。